Yo， 欢迎收看 Eugene's Mukbang。今天我们吃的东西呢，啊，非常的不一样，就之前没有试过了，就是这个啊，Cendawan soup mushroom soup 蘑菇汤。这样通常人家讲到蘑菇汤，一定会讲到 garlic bread， 可是我讲到了蘑菇汤，我竟然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每次我都是想到那个东西的，所以 let's go。Pizza Hut， oh yes， 哇，这个是不错耶 ，buttermilk 耶 ，popcorn chicken cheddar cheese crush。On lit lit 啊，就是你哦，就是你哦 ，On lit lit， yeah， I take order。Hello。Sup up ni dia mau pada yang sup cendawan lah satu. Yang tu nak add order. Ah, add on. Let's go. 我们有 mushroom soup， 陈道湾 soup， 也就是那个主角。像今天的配角哦，是 Pizza Hut Pizza on lick lick。哇哦，你看那个 cheese， 你看那个鸡肉。哇，先拿一片起来给大家看。哇，那个拉丝的 cheese， 看到吗？来一边的 on lick lick。Cheers， 粉丝先吃。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都是吃 Domino， 我很久没有吃 Pizza Hut 哦。哇，它这个 Only Link 它的饼皮真的是很软。嗯，外面有一点点的 crust， 大家可以听到它的 cheese 刚刚好，不会太多。因为有时候我很喜欢 rich， 有时候喜欢刚刚好。然后它里面是有点像 curry 这样子的 base 这样子的。嗯，很香 ，popcorn chicken， 嗯，很脆香。大的是四十多 ，regular 是三十多令吉，普通的 regular 是十五，它够了一倍。可是呢，它的味道是真的很香，很值得尝试一下的。邪恶，你看那 cheese， 那个拉丝的 cheese， 嗯。这太香了，要这样包起来。嗯，今天这一集真是够邪恶。如果你们很久没有吃披萨，半夜又耍到我，去吃吧了。Domino 也可以。嗯，哦，讲到好吃的披萨，其实你们可以去看 YouEasy 的短视频。在 YouEasy 的短视频里面，其实有一个叫 Pizza Mansion 啊，他们的手工披萨真的很好吃。Cheese crush， 给你们听听那声音。脆脆的声音，它就是 breadstick 啊，就是上面有放 cheddar， 嗯，又香又脆，嗯，嗯，好像是 tomato paste， 然后有 cheese， 有蘑菇，有。灯笼椒 pepper red pepper， 哇，真能够这样香。嗯，很脆，很好吃。就是三个 breadstick 加两片这个，再加一杯饮料，12.9 OK 啊，其实。Pizza Hut 的 mushroom soup 呗，它不是最 premium 的，可是最很怀念呐、啊，就是这个味道。嗯，哇，嗯，那 breadstick 再加蘑菇汤，哇，就像 garlic bread 点它一样。哇，真的是。哇，一口下去直接爆开，又脆又香，这太好吃了。
refreshing kind of lemonade. OK， 今天就到此为止啦。如果下一期你们还想看到我是什么的话，记得在底下留言，我会选择 like 最多的那个 OK。或者有什么快餐啊、邪恶的食物你们想要我 try 的话，记得在底下 comment， 我一定会选那个 like 最多的去 try OK。就这样，下期见，拜拜拜拜拜拜。